为了要提升国内客家文化传承，并且结合社区产业发展，由中央的客委会以及客家文化协会，也佮有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三方合作，特别举办了客家文化产业环境营造计划研习营，和全国客家协会以及各级的社区干部做伙来学习，互相交流。魏明雄有很多少年人在打球，老师爱大家算说他们打几届球，来表达大家专心集中的重要性，关系到社区结合文化的发展。为了要提升县内客家文化的传承，来结合社区产业的发展，由中央客家委员会以及客家文化协会跟南投县文化局合作举办客家文化产业环境营造计划研习营，邀请专业的老师跟全县客家协会以及各级的社区干部来互相学习交流。针对我们县内一些客家的这个聚落哈，还有客家的氛围我们必须进行传续啊。那在这个整个客家的传统跟文化上面哈，那我们要把它的特色把它给发掘萃取出来之后哈，那进行发扬光大。那所以我们办这个研习，我们就请到了这方面的学者跟专家哈，来提供更多的专业的知识。老师也说，其实客家文化跟社区地方三两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次研习课程希望利用案例说明跟分析，来帮助相关单位的干部有效利用三两特色来跟客家文化合作，朝文化还有产业的一个主题去做一个延伸，然后让他们了解说不是只有做硬体，就是很生硬的那个环境或是工程面向，那还是朝产业然后去做结合，这样的话让社区比较有感啊。因为目前大概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案去做课程研习啦。来参会学员嘛讲，高雄定期的社区内底有真侪客家砖头，若是会使结合社区的资源来发展地方的特色，也是一个相应的局面。客家的聚落啦，客家的课题啦，跟社区是息息相关的。像我们水里新兴社区前几天也是在刚上完七天的课程，列次差不多，我们可能回去要跟社区客家的聚落可能要结合社区的聚落，应该是同步来进行。以后是不是说，客家的跟社区的是不是能来结合那样？对我们的帮助会非常的大。对南投县来讲，虽然不是客家人的原本故乡，也不过拢有真侪外地搬来都系客家人，嘛希望透过这款的研习课程，来帮助客家文化结合地方产业来发扬光大。记者李英选采访报道。